是要稳还是要照相？照相。如果照相，我就让你照；如果要稳就不行。照相啊，要稳的话进去可以吧？啊，弯的话进去可以吧？哎、欸，不行啊，这边你要找遥控赛车场的啊。遥控赛车场、啊。如果你要照相，那你照没关系，不要去影响自行车就好了。好好好、哦，谢谢。不然那边还有一个溜冰场。我知道，知道。哦，好，谢谢。这边禁止了、啊。好啊。哎，每个设施不一样啊。好好好。